是给现场的大家们一起来拍个照。我们先看一下中间，好了，好，这样子好拍吗？这样好拍吗？可以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中间，是不要毕业啊？好，好像他们可以 open 很多比胸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来看一下右边，右边看一下哦。好，刚刚那个是美娟感吗？还是对美娟感？美娟感，美娟感。好，啊，看一下左边 ，Poppy，Poppy，Poppy， 好可爱哦。好，好，中间还需要吗？需要，需要。这是我们的官方摄影，对不对？官方摄影，对对。OK OK， 那官方摄影这边看一下。好，官方摄影这边看一下哦。好，刚刚一再跟大家说的，我们这个活活水雾的快闪店，从1月15号开始到这个1月31号，那大家呢可以赶快来这边好好的选购，送礼自用两相宜。好，可以吗？都可以哈。官方的官方的拍照可以吗？还有需要再一次是不是？好，亚伦亚伦，我们再给我们的官方摄影看到这个白色衣服的先生。好，我们来再拍一下照片。好，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很多热情的粉丝朋友，好来这边，然后大家拿这个手幅一起来支持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还有这个火火营业中的这个互动环节哦。那有拿到号码牌的这个粉丝朋友呢，等一下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跟安排，依序的来进行这个跟亚伦互动。好。好，这边再拍一下，左边再拍一下哦。好，那就像亚伦所说的，这个不管如何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过生活，把自己好好的照顾好。爸爸帮他。好，还有哪边有画面需求吗？哪边哪边？好，中间再看一下，中间再看一下哈，中间有粉丝在热情的跟你挥手。小编在帮他拍照。OK， 今天有来自很多各地的粉丝朋友，还有来到还有韩国跟新加坡的粉丝朋友都来今天，还有日本，还有日本的粉丝朋友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日本的粉丝朋友吗？有，谢谢你哦。我要尽量转过来才拍得到。好，那我们是要让亚伦先做准备。好，那我先去准备一下。好，你先让亚伦先做准备，谢谢亚伦。好，那马上要进行到是我们这个五火夜宵环节，那有几位号码牌还没有拿到，我先来唱名一下哦。好，8号、9号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。好，15到22号，你们是不是认识一群人？没问题，放不下。好，还有25跟26号这几个粉丝朋友呢，现在赶快来到我们这个前方这边吗？请问是在哪边集合呢？对，这光有点。好，在你们面对女孩的这个右手边这边。好，依照号码来这边哦。再来讲一次哦，好，8号、9号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。25、26这几个朋友呢，赶快来到这个右前方这边。好，帮你们排队。好，那我们要跟亚伦进行热身互动。等一下啦，郑坤的。等一下，我是按错了。变摄影师，亚伦变摄影师啊。这样，这样。我开始讲。好，来哦。1、2、3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帮你。Hello， 有哎，这个有抽号，这个有抽号码牌的，我可以带他去吗？好，好，你带他们过去。这个地方，你们面对观众的右手边，从这边，好，来，1到30号，好，大家要自己把握机会跟把握时间哦。但我怕直播就会全部摔倒。这个时间其实是有限的，如果错过机会的话，就比较可惜。你接下来。好，1到30号的粉丝朋友，拍一张照。好，谢谢。这里吗？对。好。小编也好想去哦。天啊！真的好帅哦。好，31号到60号的这个朋友呢，谢谢了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我们敬贵你哦。好，在后面一点这边会有工作人员来引导你们来集合。哇，31号，好热哦！辛苦你们，辛苦你们。老板结账哎，好，希望老板按错价钱。老板，老板开车，老板。哎，闭眼睛啊，好可爱。小兵应该是要进去不占你们的位置了。好，
那我先来跟大家做简单，因为我们马上都要进行这个环节，那我先跟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等一下的进行方式。好，我们请这个拿号码牌的朋友依序来跟亚伦见面之后，跟他讲说你要买几桶，然后讲完之后呢，我们会有一个抽乐的这个环节，这个抽抽乐有不同的福利，可能是打折啊，也可能是给亚伦签名或是给亚伦合照。那抽完之后，我们再到旁边请工作人员帮你做结账。好，那这个互动过程，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关系，所以大家自己把握时间哈，让我们这个流程可以更顺畅的进行。所以只要买一桶钱，亚伦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马上欢迎我们第一位的粉丝朋友。我看看第一位是谁？还第一个哇！那我们对，嗨，跟我们的你好，你好，好，小的要先进去一下，这个是要小的进去一下。不是，谢谢。啊、你要留嘴可以，对对对。辛苦你们了，谢谢你们。你需要什么？谢谢你们。好。小编，请抽签。好，我帮抽吗？我帮你抽。好。拜托拜托。压力好大哦。拜托。一号。啊！有老板，赶快抽到。哇！好，那我们要合照。好。小编也跟着嗨了，一直在尖叫。可以拥抱我吗？好，那我们再来谢谢四十四号、四十五号、五十六、五十七、五十八、五十九，小编近距离带你去看我们这个面对店铺，那边太暗了，对，这边比较亮，谢谢。湖泊水路线上的 IG 的朋友们，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亚伦，你这很早哎，中时间啊，你的眼睛都红了，你需要多少呢？这位妹妹。两桶，祝你好事成双。小兵，你要自己说还是我说？多，很可爱。四号。不可以。好啦，再抽一次，再抽一次，再一次哦，再一次哦。二号。可以吗？可以哦。好，我帮你签名。好，这里有。一桶还是两桶？可以全部换成一号吗？线上的朋友在抽人哦。好好好。OK。我等一下再给你。好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我先等。你看，帮忙往外。不好意思，我来。那个卡片。OK， 三号，妈妈会员。哪一位？报感激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三号的粉丝朋友，三号的朋友往前咯。哎呀，三号，等一下，他现在很红的，什么意思？谢谢。嗨，你要多少呢？三三六桶，很红。好，小编跟着叫，我帮你抽一样的。好，你是压力还是有些？哎。恭喜！好，冷静。好好好好那，等一下，没问题。等一下一定会找时间的。好，来，来哟。一、二、三，谢谢。感谢各位朋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要那个打岔的提醒一下，哎，请说，就是抽签还是要看一下大家，因为怕没办法满足所有的粉丝朋友，不可以心软了。对，没办法心软，这个坏脸由我们来当。我好像真的太容易心软。对，坏脸由我们来当。好，大家尊重这个，对对对，因为时间有限。一二三四五，在这里。一，好。说，等等。四桶哦，四桶，快点，快点！他的一二三四五是这个啦，要也是我来吗？好，祝福大家好运，但是我们四号，是整箱花花蛇，整箱花蛇，等一下再找时间，等一下聊时间，我们需要先把好啊，所以可以来排队的朋友，哇，下一位。下一位，好，下一位哦，冷静 ，Hello。你可以留着这个，你想要几桶？三桶。三桶。好，三桶。你要自己抽还是我抽？压力好大。他是把东西怪给你有没有？对，二号可以吧？二号可以吧？二号。二号还行吧？你们这一期大家都是废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在签名桶上签名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
好，我先帮大家集气，希望你们都可以抽到一或二。哦，这样可以吗？希望集气可以抽到一或二。Q O O， 这边结账啦！好，旁边来结账哦。有，嗨。我也好想抽到一号。谢谢你的心，这个可以留着。好，谢谢。两桶。两桶。那，你抽。我一号，一号。一号吧。三宝。三宝，三八五折。哎，八五折是打最多折的。不行，我要训练我自己，不要那么辛苦。好了，等一下有机会的。好了，好，好，来，先。好，到一个了，到一个。这个柜子真是阻碍我们之间的距离哦。好，来喽，好，欢迎。こんにちは。日本人。好，第一个。哇，日本人。椅子也来了。这样，那。烂狗，烂狗，上狗，三个，基本，这个，yeah， you pick or I pick， me， 一样是给你，日文变烂了，四号，用吧，用的，哎，80%， 12% off， 啊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，谢谢你，嗨，真的从日本来。超感动的。ゆっくり大丈夫です。爷爷，真的。没错呀，一直超前。六桶。好。你抽还我抽？每个人都给你抽了，没有？省手省手。三号。三号是折掉。八五折。八五折。还是三号折掉？谢谢。简单八五折，这折扣最多的。好，我知道。简单八五折。豆豆，这是。好，下一个喽。欢迎光临，六桶，自抽还是我抽？我，你确定我这几个都签运没有很好哦？又不是三号，又是三号，是不是有看过？没有啦，我也很希望可以跟你们拍照，好吗？来抱一个，抱一个，哇，抱一个，谢谢。好，来我们。什么？挺好听的，这个粉丝要他不喜欢。好，来结账哦。他会害怕。下一位粉丝。小的 OK。小很小的。两桶，你抽我抽。老板已经满了。五号。整单九折。整单九折。恭喜那帅，嗨。哦，日本的。来抱一个，谢谢苦啦。好，旁边来下一个喽！大家自己准备好要讲的桶数，然后跟等一下。欢迎光临，请问需要几桶呢？六桶的是。下礼拜生。这个生日快乐，这个可以留着。我抽你抽。哈哈哈。你抽。二号。来，现场在我们的签名桶下。来。你的桶。没有台。哪个台？我只能说，老板就是心很软，要写非常的宠粉。啊，我旁边就是会需要帮我们一起办那个舞台那个。好，请大家多多体谅哦，因为今天真的是那个场域的时间有限，我们希望可以满足所有到来的朋友。谢谢。来，请大家谅解。我帮你就好。好，来，这是下一个客人。欢迎光临。好，来，嗨嗨，好久不见。请问需要几桶呢？三桶，自抽还是我抽？二号，还行吧，还行吧，不止再让我抽到别的，折掉。好，帮你们一起出气，我帮你们，你希望你们可以抽到内衣，我记得。这个给你的。好，那你帮我放在桌上，谢谢。好，后面的粉丝朋友们，就是记得红色是我的，然后蓝色是那个去马来西亚的。那进行互动环节之后，到回家的。谢谢。辛苦了。好，来喽，下一位客人来喽。